第十六题，如图为一单摆摆动的情形，如不计任何的摩擦力，则下列何者正确？甲丁为最高点，乙为最低点。因为不计任何的摩擦，只受重力作用，所以重力未能加动能等于定止，也就是力学能守恒。而我们的甲跟丁是在最高点，所以是静止，因此动能是零，而未能会最大。而乙是在最低点，我们会说它的位能是零，而动能是最大，丙就会介在这个甲丁跟乙之间。那么因为整个过程都不受任何其他的摩擦力作用，力学能守恒，所以甲乙丙丁的力学能通通都会一样。因此第十六题问我们说，如不计任何的摩擦拉力，则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摆锤在甲乙处具有相同的力学能。